前的工匠啊，非常的辛苦，赚不到钱，赚不到钱。为什么？工钱很低，所以他会去想说，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有大官啊、皇帝啊叫我来建庙，他是不是会挖空心思，把他最好的东西给拿出来？会不会？如果是你，会不会？光荣之外还可以赚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皇帝看到你的作品，哇，就跟各位一样，哇，对，回去你的薪水也跟着哇，一点点上升，对不对？同样的道理，将军，你就是。